Hello 各位，最近呢很多小伙伴来私讯、欸、小伙伴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上一次有人在 IG 还有 YouTube 下面留言说，叔叔你可不可以影片就影片，不要一直讲视频，你是台湾人什么什么的哦。那叔叔先跟各位说声抱歉好不好，有时候叔叔会不小心用到一些大陆那边的延迟啊，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呢叔叔在大学的有一段时间很常跟大陆人来往，然后连我的室友全部都是大陆人，学长也是大陆人，然后久而久之不小心被他们被那个形状被他们改变了，你懂吗？但是叔叔会努力改回来好不好，我还是会讲影片的，以后好不好，叔叔在讲什么视频，叔叔就跟你们道歉。那没有错，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回复季后赛的时候，不管是 GCS 或者是越南职业联赛，很多很多像你有讲小伙伴，很多观众就来私讯说、欸、叔叔为什么季后赛的时候你会看到穆家爵，不管是我们 GCS 或是这个越南职业联赛都看到有穆家爵来去做使用。首先我们先来分析穆家爵这角色，我直接跟你说穆家爵这角色暖高五村、哦、他缺点太多了，他很容易被贴、被贴就死了。然后呢，他被那种 poke 角色 poke 到，他也没办法，因为他脚是太短、哦、他手又太短，所以呢，他怕什么？人家通常都是只怕一个阵容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比如说啊，我今天只怕poke 阵啊、哦、没了，我今天只怕那种强开阵啊、哦、没了啊，不是，他是什么都怕啊、哦，他就是长得这么，他就是这么烂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各位，俗话说得好。事发总有个原因，干话总要有人听。靠腰黑子塞门不行，就是啊，反正呢，事出必有因，每一件事情呢都会有它的原因结果在啊、哦。你先想，为什么穆家爵这么烂，还要出？第一个，首先，可你就想，为什么只有季后赛的时候他会出来啊？第一个，因为季后赛是打什么包期啊？包期就是他每一场赛事很长。哦、他可能你就会打到第五局、第六局、哦、甚至是打到第七局，对你角色用完了，这是第一个原因，可能才会出他、哦、可能才会出穆家爵。第二个，穆家爵自带什么拘魂，对吧？可能今天对方出什么埃罗，然后什么飞泪，可能出那个什么反正就是回血的角色啦，比如说什么凯格鲁斯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就再加上你中路角色没了，你法师没了，法都不够了。然后又加上可能今天对方好像不太好切我，我可能有一些保牌阵，他才有机会出，不然就不要给我出。不是越出越好出，他这只角色真的很难出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近战打不赢，然后手又短，然后别人只要出那什么哥德尔拉兹、什么苏之类的，你就是想要、哦、一只那个小手走出去，然后丢个一技能，砰砰砰砰砰，血没了，回家再见，拜拜。对他就是这么烂。但是呢，有时候职业赛，我跟你说，职业赛你们想得到的基本上啦，职业选手教练全部都想得到啊，叔叔也想得到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他们还要选？必有因嘛，事出必有因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等一下那个请助理开发票给 HKA 的宫廷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期影片基本上会教你这版的这个穆家爵该怎么打。OK， 首先呢，一样就是很简单，就跟以前一样，你叠好五层被动就是直接让对面死了，叠好五层被动大就直接给他开下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不过他的二技能你要记得哦，他现在二技能不像以前一样，就是丢队友身上队友会回血，是还没有敢。他现在呢，你的二技能只能丢敌方的小兵野怪或是敌方头身上，你自己会回血，你的队友不会回血，你的队友会回血，只有你的大绝 OK。但是我自己玩下来啦，其实我有发觉，他这样子改版之后的穆家爵，其实自己的坦度相对来说，我觉得上升了非常多啊、哦，上升了非常多。那我们再来想回到他前面的初衷，我跟你讲。你自己听好了，我有回去看那个你们比赛的呢。你第一件不出拘魂，就不要出穆家爵。我直接跟你讲这么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出穆家爵就是为了他的拘魂能力，但是那个其实不够，因为他只有20%啊。我跟你讲，玩穆家爵第一件大招拘魂路。谢谢各位，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，再见，拜拜。所以穆家爵不推吗？超不推，超不推。你不要想说叔叔玩什么，然后好像这是可以。我跟你讲。没有，这角色真的不要，好不好？你基本上你等一下看到后期啊，对面只要愿意哦，黏住我，然后那个卡莉在那边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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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
他角色就是长这样，他手太短了、哦、然后他又站，他又是近战，没有办法抖。但是之前职业联赛会出的原因，就是刚刚叔叔讲的，没角色了，然后对方有一大堆回血脚，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没得出。然后呢，不是越出越好出，也不是感冒用叔叔，是因为他现在那个，讲真的，现在回血角色有点改太强了。我建议官方啦，好不好？你们要的话呢，就把均衡路改回去。好，改回去，你不要改现在那个40%不够，50%、60%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因为呢，你就想哦，今天一只回血角色，只要对面敢出一只，你就一定要出去。你知道这个差多多吗？我要为了一只角色，一定要出拘魂这一个东西，就差非常多了。我要浪费钱去出那个没有穿透的一件法师装备，然后就为了他的那个剑那个治愈的效果。然后呢，他减制效果还被削弱，哇厉害！那我回血角色不是变超 OP 的吗？哦，我们现在看到敌方这样子冲出来，对不对？拉好距离，你有没有看到叔叔的距离拉得非常非常之好？然后呢，左边那个提米库洛克贝凯没关系啊，我们一技能、二技能、二技能，虽然已经偏的有点左边，但是他应该是会被毒死。来，三、二分之一，没有，他没有死。我个人是觉得你们不要拿去像叔叔一样玩打野，好不好？你拿去玩那个中路或辅助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基本上叔叔会建议你不要出这只，就是不要出啊、哦，就是基本上这只太你就想嘛，你今天一只脚那么短的角色，然后你手又那么短，你三人线要怎么拿？对，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了。所以呢，叔叔今天直接跟你说，这部影片的那个所全部里面教的内，这部影片也没有要教你什么内容，只是跟你们说，穆家爵之所以这些联赛会输的原因啊，就是事发总有个因，我解释给你听。哇塞，一个单压双加母羊，我们这里呢叠一个五层，一个哎、欸，其实有点痛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会长这样？哎、欸欸，奇怪了，哎、欸，那布莱特，哎。有点强哎、欸，我有点强哎、欸，怎么会长这样？哎、欸欸，奇怪，这第一件大装绑定拘魂，对，没错，我跟你说，就这就很像是你今天兑现哦，兑现到一只凯格鲁斯，你前期不出个拘魂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打凯格鲁斯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打他，就是这种概念，你今天。都、啊、已经没角色选了，只要选一只穆家爵，然后你对方回血又一大堆，你出他的原因就一定是因为降敌方的治愈效果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本身20%其实不够，再叠上去，哇，舒舒服服60%，所以你一定是要再给他叠上去的。我们这边呢，直接大胆的进行塔杀，大绝直接秒杀，再一个一技能加二技能，哇，我刚原本是要讲哇干啊故意啊，结果。突然一个啪啪呢，布莱特直接给我冲下去了。反正呢，就是大概这个概念。但是呢，还是讲到前面的，不要出他啊！你那个排位巅峰赛不要出他，除非今天呢排位出了什么，排位或巅峰赛可能出个十 ban 之类的。然后中路角色可能对方 ban掉五只，然后我方 ban 掉三只，不会有这种情形出现，好不好？然后对方又出很多回血角，什么美娜，哎不，什么佩娜、啊、之类的那种的。在出啊，其实今天只是因观众要求玩玩看，你们自己应该也看到了吧？他这只角色其实，如果今天有长线，就是比如说今天假设我今天录到很深，你是逃不出来的 哦，你是逃不出来的。然后或是说今天我的中路掉了，然后对方在挤我野区，其实我超难进去的哦，除非我队友卡在前面，然后对方又笨笨的不会来切我，但是基本上。在比较上面一点的排位，甚至是职业联赛，你不会看到这种东西。你看到一只穆家爵就是直接冲进去给他干下去 ，OK， 就是这么简单哦。然后现在呢，对面想要来清掉这波兵，其实现在很漂亮。不过呢，没关系哈、哦，我们这边伤害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的很足，成功的毒杀掉敌方。敌方的这个卡芬尼，然后我们现在一样打得非常非常的凶，然后再一个一。然后冲了，哇，技轮。然后没错，他的容错率基本上啊，就像你们刚刚看到的一样，只要一个不小心走位，小失误一下就往前不小心被流到，你就是死定了哦，因为你基本上逃不太出来，然后逃不太出来。然后我其实有发现一个东西，他其实后期吃物件算是蛮优的啦，而且吃凯撒不会掉血，还行。但是
不构成出他的理由，不构成出他的理由。那这边呢，布莱特黏住我，结果哎，我怎么有点强？我怎么有点强？哎，怪怪的，那样呢？这个我们就直接秒杀他了。他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输出很高诶，奇怪，为什么会长这样？跟他怪怪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好，我们这边直接往上冲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把巨龙给卖掉，因为我刚发现对面没什么回血角色，好像不太需要。我直接把那个伤害呢灌在我的这个输出装备上面就好了哈。不过以今天正常啊，正常你要出他的话，就是对方输入一大堆回血角色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第一件巨魂，谢谢。然后你们也不用祈祷说什么国际赛的小组赛，就是世界赛的小组赛，我再跟你说，不太可能会出哦，基本上几率大概是 0.00005%， 就是因为小组赛包太短了，它只会有包三。啊，只会有包三，那你就想嘛，今天沃洛里昂、沃拉兹、沃迪拉克，我干嘛选一支不加爵？沃科林嘛，对不对？但他要出的机会只有在世界赛很后面，可能到前四强的时候，哎，要打包七，很长的包啊，很长的包，我才有机会出他。然后再加上对方可能这时候中可能很长的波，然后打到第五局、第六局了，中路角色选光光了，然后对方又背一大堆中路角色，我没有中路角色了，然后对方又选一堆什么选一堆那种什么美娜啊、佩娜啊，然后埃鲁啊、凯鲁斯啊、菲列啊，一大堆回血角色，哇，好烦好烦好烦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木加爵才有机会出 ，OK？ 那这个大概就是本期影片的内容啦，后面应该我们是可以顺利赢下这场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做技术总结，好不好？来，排位赛、巅峰赛要出他吗？不用，这只角色不到爆，没有办法出。对，也不是越出越好出，他是真的没有办法出。然后呢，职业联赛会看到他的原因，刚刚叔讲过给你听的，就是可能今天打到很长的包，然后可能打到第五局、第六局的时候，因为全局 PP 的关系，中路角色没了，然后又被 ban 光光，对方又刚好选了一大堆回血角色。他才有机会出。喜欢的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叔叔的理解。我突然忘记我要讲什么啊！现在开始抖内啊！现在开始抖内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